消息跟你做分享。另外呢，时间早上的8:55了。节目最后呢，这个小时最后带你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？首先看到是有一个台风，是今年的第3号台风，叫做南马都。今天上午生成的，移动很快速。这个南马都台风呢，预计是以擦边球的方式掠过台湾的东北部的海域，对台湾的陆地呢是没有直接影响的。而且呢，为了表示对战备。后呢，今天也各地呢也要保持天气。明天开始呢，各地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午后有雷阵雨的闷热天气形态。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呢，记得不要忘带伞。因为台湾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影响，今天会下雨。